尽管大家都很不舍，但是跑男还是收官了，但跑男团仍然在继续奔跑。2020年11月份有一个特别季黄河篇会开启，到时候跑男家族会再度重聚，而跑男的特别季邀请嘉宾也被曝光了，让我们来看看吧。跑男八的家族在微博发文宣称了特别季的开启，还艾特了将要参加的特邀嘉宾鹿晗、热巴和蔡徐坤都在其中。我们可以看到鹿晗和热巴的名字都是隔着两个人艾特的，可见是不想再炒作他们两个的 CP 了。在鹿晗和热巴参加的跑男热度真的是很高了，他俩组成的陆地 CP 不知道圈了多少的 CP 粉，而后面的拆 CP 也让一众粉丝伤透了心。现在不知道鹿晗和热巴在合体上跑男是什么样的场面了。蔡徐坤作为跑男的特别季邀请嘉宾是很正常的，因为蔡徐坤在这一季的表现非常好，为跑男注入了新的活力。不知道你们希望蔡徐坤参加跑男特别季吗？我们很希望特别季邀请嘉宾的曝光名单是真的，很期待鹿晗、热巴、蔡徐坤都在场的画面，希望跑男家族有一个好的发展。